25公分左右。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肯定都一样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，就是剪头发。因为舒伟哥从来都没有看过短发的样子，我曾经问过他什么样子样子最好看，他说我什么样子都好看。我们等下去看看他的表情。他会不会没发现？有可能。我要剪咯。好，这是我的御用设计师雪莉，不只是发型师，他还是一个快手。哦。连想都没办法想就要开始了。没错。这一刀剪下去回不去哎！我现在还在拍《爱的荣耀》，你知道吗？送你哇！是我送你！天哪，这蛮有重量的哎，有25公分左右。我等一下会问他说：“你觉得我美吗？”他如果觉得还好的话，那就就36吨。其实短发也有短发好处，就吹头发比较快。因为他最喜欢说我都不洗头。我跟他说，因为头发太长了，没办法洗。然后我说，那你帮我吹头发。他说你头发太长，我没办法吹。那我现在剪短了。你要再短吗？大概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怎么样，美吗？风灿传媒 FTNN 新闻网的朋友大家好，时间过得真快，风灿传媒已经满1周岁了，衷心祝福生日快乐，健康吃百里，也期许风灿传媒不断突破创新，善用新媒体新力量，和国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来。最后祝福工作同仁万事如意，阖家安康。2023年4月，风灿传媒诞生了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无畏辛苦，展现专业，让 FTNN 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。我们无畏付出，展现创意，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，风灿传媒感谢有你。